靓宝 NFT 4月29号横空面世，俾今宵粉丝免费认领，以剧中嘅角色造型设计，无限配搭，专属于你，绝对有惊喜！快啲嚟拥有你嘅个人靓宝 NFT 啦！靓宝 NFT 4月29号免费发放。呢个世界有太多坏人，我唔想你受到伤害，更加唔想有人呃你啊！方仁，你要信我。我做嘅所有都系想保护你，保护我唔代表爱我，你只系当我一个公仔，你由始至终只系想将我变成你最完美嘅新娘，你爱嘅唔系我，系你自己啊！唔系咁样噶，点解你仲系唔明白我噶？点解你仲系唔肯认错噶？我有咩错啊？唔通太爱你都系错咩？废话。你听我解释先。你话你爱我嘛？证明俾我睇，俾条命我。发生咩事啊？点解咁噶？放人呢？放人！喂，放人呢？喂，你好，呢度系医院打嚟噶，请问你系咪方仁摄嘅朋友啊？喂，先生，你唔入得去噶，请问咩事啊？姑娘，我女朋友佢而家点啊？手术已经完成咗噶啦。病人左腹嗰啲竹枝已经完全清晒出嚟，但系医生话伤口有严重感染，有危险性噶，所以暂时都唔适合探访住。不如详情你都问翻医生啦。我唔明点解会咁噶，你千祈唔好有事啊！为什么最近发生那么多怪事啊？首先是你，跟着是科云。如果科云可以好像你这样，我可以亲手救回他，你说多好啊？我会跟他说对不住，我希望他明白我做的所有事都是因为我太爱他。我希望他还肯穿着件嫁衣做我的新娘。病人左腹的竹枝已经完全清晒出来，但是医生说伤口有严重感染，有危险性的。你是谁？为什么你敢哭啊？
所有嘢都系你做嘅，点解啊？都系我唔好，呢排懒咗，一路都唔得闲打理你，你唔会怪我嗬？原来系咁。Hello YouTube 嘅观众，记得 subscribe 我哋呢一条嘅 channel 啦 ，like 埋呢条片，揿埋个钟仔，咁就唔会错过我哋每一条新片啦。